跟踪的应该是孟凡明，但不知道他跟日本人说了什么，说了多少。日本人肯定知道教堂里藏着女学生。孟先生为了拿到同行证，肯定是跟日本人做了什么交易。日本人不能相信。 想办法把学生跟女人们送出城外。我原来还有辆卡车，可现在有车也不行。日本人把我们所有的城门、公路出入口盘查得很严。 要是有了通行证呢？索菲和戴米拿了通行证，不也没走了吗？不知道孟凡明是怎么回事。我犯了个错误，我杀了那个便衣之后，没顾得上处理他的尸体。 日本人迟早会发现，他们会不会认为是孟先生杀的？从尸体的情况可以发现，这不是孟凡明干的。他们应该会怀疑，在教堂外面有中国军人。 幸亏孟先生不知道你，法比，我得暂时待在这儿。可以，你还会地窖吗？不，你不用管我了。下地窖吧，那儿暖。 我知道你会回来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觉得你不会走远。
谢谢你又救了淑娟。